大家好，我是阿言，我输了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先过去基地吧。喂，好了，来整理身上的东西吧。哈哈。然后赶快去一号路口吧，来。喂，不是，是一号吗？对，一号。可以呀，去拿一下矿车。矿车在哪里？矿车，对。是不是把东西丢进去了？太水了。好。哦，又卡住了，不要。不要，让他住，浪费时间哇！好，那我们还要再回去是这里，我们直接简洁过去吧。哎、欸，千万莫 ，no， 不要跑！矿车不要跑，然后哎，我身上还有矿车哎，哈哈。哎、欸，欲速则不达哦。啊，是成语。嗯。那我不想走路了。哎、欸，直接走下面好了。哎、欸。好、哦，好了，过来。来，自己。嗯，不用这个时机啊，会不会？好痛。嗯嗯。哇，这。麻烦，好，过来了，是什么？烦呢、欸？那我不要下去。对，我好毛想看你。闻到新鲜空气了。嗯，嗯，好几只蛇，一个大地回复，一个羊毛。阳光原子，下一个路口一个秘密物品，这是什么？有床，还有一个哇，铁卡，哇，有一个抗火胸甲，我这是什么？天平人的没看到的，记录点，嘿。这地图不能睡哇哦来淘洗资源盒哦好晚上所关我就是要在早上闯关。What？ 早上还可以升哦。嗯，好，这个。那有一个塔，这边应该也有一个吧？对。这边有个塔，然后这里有只僵尸，滚下来。绿光僵尸，哦，好卡。是不是我用绿影神器的关系？挖掉，挖掉，挖！哟，这是我上级拿到火焰公公留下的奖励，火焰原石跟金鳌。好，没事，感冒。来继续挖，挖掉，
然后这个洞窟就这样而已。但是，你会觉得声音很大，调小一点。好了，先攻略这边的塔好了。来，赶快来哦！这个塔感觉没什么啊。我好像感觉是什么魔王呢？哇，等一下。Yes， 从钓竿，吃我的钓竿，吃我的钓竿，吃我钓竿，爆炸！这挖掉，挖掉，好，那去下湖吧。嗨，狐狸啊！我去呀！嘿，这样我能上去。上把生命针，哇，弄爆！嘿，这样，好，抽孤光，抽孤光，抽光！好，挖掉，挖掉！上面应该还有生命针，嘿。好，有一个这些垫脚而已。哦，我们家有电话了，等一下。好，没事。触控板麻烦，我电脑就觉得触控板。来，挖掉，挖掉。我包的，好。我叫什么？挖掉，挖掉，挖掉。我觉得这一集要做很长。感觉就有什么后面的 boss 在后面呢、啊？对，这有一个铁字，铁字的蛮好的，拿着。啊，这些都丢进去，我不需要，煤炭需要。换铁字的，我水桶呢？没有。然后就接下去，哦，痛！啊！来来来，来来来！吃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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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边没东西了，我好像被国王给拿着库洛风，没有押韵呢。一大的库洛拿着库洛风。欸，这有东西，这有东西，有女巫，赶快给他把他打死哦！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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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这是不是有生女巫的？哇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快出去！no， 被那个洞弄死了，痛苦弄死了。快转，好，我们又回来了。我们就直接，快都被刷掉了。就是僵尸，哦，就是孤光。下面有个什么砖，划掉。蜈蚣给我下！我居然没死，嘿嘿 ，cash， 这边有什么东西吗？这里那么大，应该会。
看没这段皮发炸。铁锨挖铁锨，铁矿比较重一点。我觉得以后的声音应该会比较稳定，稳那个。已经没什么，铁镜挺好。他这地方是，喂、哦，所以就不打算点了，在这里可能。今天成就把这地图全部解了，应该没有吧？如果有这个成就的话，我要气死了。那个，我跟你说，我那日光僵尸，来，哇，吃毒！哎，那边有个洞，然后上面有个火，火，东西吗？哦，没有。你有火的地方很卡，有三个地方是在这个地方。哎，挖掉！我不喜欢留一些生怪砖了。这里日光僵尸跟日光僵尸会掉那个，哎，我居然没有掉。哎，这里有宝箱，这个阳光原子，我要掉阳光原子。这感觉是比较大的房子，呜呜，哈哈，看不到我吧？开箱子，里面有个强力耳弓，这样可以变强力三了。有个铁帽，好，等下把它变强力三，是铁帽，好，强力三。像一个工作台，哎、欸，哦，不是工作台，是铁针，我在干嘛、啊？嗯，陈一山，铁针呐，哦，啊，继续攻略，他干嘛给我攻？不是吧，凋零哦，是凋零吗？还是？对，这很明显是凋零哦，打凋零了。好、哦、像我看有拿到弓，不简单的凋零。其实凋零有点还好，来，喂，然后也只不要浪费剑石，因为等一下打凋零。淘洗资讯盒。好，对，我见大小人，用这个挑食，这样才不会那么累。这里有一个蜘蛛的，哎，我不想管。这里有箱子，哇，云之火，哇，哇云之火，哎，吃重点。这有个哎，哎、欸，我、欸、不敢走太、欸，好、啊，走这里，走这里，我来啦，赶快冲啊！不要管你们了，快点 ，no， 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火云之火，哇，还是秒杀、啊，有云之火不没有，秒杀，哇，它看起来就很像个 boss 的地方啊，喂。哇哇！一只火，一只火跳进去了！哇哇！一只火应该有击退吗？有击退！耶！这什么？这什么？什么？这什么？哎、欸，什么风？什么的？我没看到。救了！风勇者，真诱饵！等一下，云之火还是难攻略，先把那个诱饵先拿下。诱饵，我、哦、不要，他们虽然他们一刀就死了，可是有点难，真的有点快。哦，会死，会死，会死。
先吃东西，先打 boss 哦。这个箱子，这里有通用子，通用子，挖掉。哦，神兽生快砖，嘿，这样啊，给电脑放开，哪里的？嘿，我那边还有个风筝子啊，嘿，他是不是只有一滴血？来，嘿，吃我的，吃我的剑！来，火把做多一点。嘿 ，OK， 加油！来，还有两间房间。等下，等，这个分了两下，这个就光了两个。来来，哦，不要，好的，无敌点点。好，走 ，Go。封神来，嘿，走，一啥？无限，有无限呢？耶，耶，无限有了，哇，这样可以无限射光了。留一支箭矢就好。嘿，嘿，嘿，好。我等下打凋零就不怕凋零吗？应该是吧。其实感觉很难啊。哇，好好。呜、哦。没错。啊，补给品，哇，补给品太多了。耐久书，耐久书付一付啊。然后这个放一下啊，工整。这个都要付耐久，不然等下被那个炸掉。应该不用火把了吧？嗯，可能会有小怪的，光该不用，这个不用，这是面包药。好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啊，对对，继续打了吗？这里有中间先送，先送使用之愈合，哦，特殊钥匙，提示，都不用了吧？直接开始，合理的挑战。三瓶，谁在远处打他就好了。有人在远处慢慢磨他的血，在他近战的时候再去打他就好了。其实这样也不会很难，让他发现就好了。好，他发现我了。我发现我打到一半，
变近战模式，打我们先去，好，可以拿了吗？应该可以过去了，可以了。没触发再打一次掉。来，蓝色羊毛有了，有了。哎，大地回复也有了。没错，左右，你这次没有放那个装饰箱。耶！然后，哦，这里有箱子，冠军帽，冠军甲。冠军裤、冠军鞋，跟那个阳光原子，好，现在先不用换。好，现在攻略完了，接下来是我。等下这里，我是。太大了吧？欸，这是那个成就杯上面要有一个金砖啊。欸，接外的眼睛，外的眼睛来，喂，哇，金钥匙，哇，有好多东西可以攻略啊。二号入口，这边看是冰的，然后这边看起来是感觉，然后前面是什么？前面是一个洞，转到点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哇，好多铁！丝绸，这里有一个铁镐。然后看一下超级资源盒，嘿，一个大地回复，一个羊毛，一个配方，下一个路口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最后攻略。然后这里嘞，一个大地回复，一个羊毛，一个配方，水资源值，水资源值，原值。一个大地回复，一个羊毛，一个配方，一个冷盘的原值。我们先从这里开始好不好？明天从这里开始。这里是黄色羊毛。先回去解锁一下吧。解锁。好了，解锁了二号路口。这些冠军的什么，都先丢进去。按钮。耐久书。铁矿，这个这三个是要用的，就这边先去放大地羊，大地羊毛，大地哎，不要先去放羊毛，纪念碑，云之火，来，浅蓝羊毛跟金砖，真的有欸，金砖，哈哈，然后去放大地回复，对，不知道回复什么，欸，大地回复，那我等一下看什么那个原值什么可以用，来，快点，这个，这个。丢进去，冲冲冲冲冲！这里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是，哦，一个
很像金字塔的东西，有个箱子，没有哦，有一些铁，这些就不用了，我已经有了。上面还有一个，上面有个观景台吧，对，对。好，我们看那个原值是干嘛的？欸，因为我这里会封起来，应该是以后会用到的。Go go go！什么原子？来，配方我们还没有，基地升级跟回复殿堂应该是基地升级。看音乐，音乐不用，方块、矿物、药水、附魔。食物，食物我有啊。矿物好了，十个寒冷哦，寒冷要去那个冰岛，冰岛那个冰的地方也可以。食物吧，食物感觉以后很需要。哎。香菇培养室要两个，好，小麦田要四个，哇，这个要水资源值，好，不能解，我们先把可以解的都解了。好，应该就这样了吧。有什么没有说的吗？我先看一下食物好了。食物的话，在食物，食物在哪里？应该是在这里。食物，西瓜田，胡萝卜田。哈哈，好，香菇培养室，有一大堆香菇，好，就这样。小麦田，哦，又要来了。好了，接下来楼上应该就没有了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陷阱到底是什么。这到底是什么？你就是第一个都没跳上去。什么？啊？我幸好，哇，谁下？哦，这个真的会害死你朋友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我们下期也会打那个冰岛了。好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！等一下忘记，要订阅和分享哦，还有按小铃铛哦，拜拜。